养青蛙为什么？食用青蛙人工饲养必须从人工采卵后养育孵化，出模后的蝌蚪在原孵化池或者网箱中培育，每平方水面放养600至800尾。蝌蚪孵出后第四天开始人工投饵，蝌蚪需要经过一周饲养后移入饲养池，大约20至3天后逐步以红虫、水藻、绳蝇为主食，也可以豆浆、豆渣、豆饼粉、小球藻为主食，加喂一定的鱼粉可促进它的生长。一般每万尾用15个熟鸡蛋揉碎带水泼喂1至2次。